点啊？睇咗咁多展览，你只新碟有冇灵感啊？啊，谂紧。咁你要同佢偷下师啦。亚博馆经常花尽心思，致力带俾大家一啲更新颖嘅博览活动体验。佢哋就曾经为一套著名嘅音乐剧设计咗一个拍照区，观众睇剧之余仲可以玩 selfie。又联同场馆餐厅推出以音乐剧为主题嘅特色套餐，够晒新意啊！为咗吸引更多商务客人再翻嚟，佢哋仲联同旅行社推出博览旅游套票，俾参展商同买家预订国际巨星演唱会门票、五星级酒店住宿，仲包米芝莲美食同游览著名景点添。哇，有创意喎！佢仲带动埋多方面嘅合作同大旺旅游业，咁有贡献，所以亚博馆仲被选为亚太区最佳场地团队添。哇，原来香港有咁威嘅博览场地，咁一定要多啲参加亚博馆嘅活动啦。嗯，有车啊！Thank you.